儿童打鼾呢，临床上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在治疗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他儿童打鼾，它是哪一个部位阻塞造成的。首先，我们要看一下鼻腔是否有阻塞的情况，是不是有鼻炎、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这种情况。如果是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通常临床上采取药物治疗的方法为主。那么还有另外一份病人就是。儿童的腺样体肥大，还有扁桃体的增生造成的这种阻塞，出现打鼾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他堵塞的情况和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观察到了他睡眠的一个状况，甚至我们也可以对儿童进行一下睡眠的一些监测，看他的一些睡眠过程当中气道堵塞这些和供氧的程度，来决定是否。